日光农场，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，来这边交朋友，互相鼓励，互相陪伴。我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，想戒毒的人如果没有脱离原来的环境，还是会在吸毒的。不要以为你很了解我们，他在这边只是做做样子。我总单调啊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他人生新的目标。无家可归了，可是现在农场不能收你，因为我帮不了你。想赶我回家？